可是你看，他一个月薪水也没多少钱啊，还要照顾两个小孩，真的要演一下，对，这样老板才会加薪，对，很感动。对，那你几点就起床了？七点，会不会太晚？6:50。起床干嘛？带小孩怎么样？啊，做会款，啊，我就出门改，再去好好念。哦，啊，你开偌久的车？差不多30秒吧。跟各位观众讲，我姐呢在家里，反而她是大家的开心果。哎，真的，我们每一次家族聚会都轮不到我们讲话。我跟姑丈坐在旁边吃东西，都她在发言。她嫁到高雄，她是跟我姐夫还有她的公公婆婆来，住了10年哦。然后终于跟我姐夫一起努力了一间房子，哇！所以我们就跑到她新家突袭，而且她新家是还没有领出哦。刚刚我们一进来这里的时候，易宏还说：“哦，这里很熟悉的感觉。”有点像那个汽车旅馆。哎，姐夫入境一下，来姐夫。我姐夫是很勾引的一个人，真的呢。那时候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完了完了，哎，你自己要多保重，真的。啊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？家里要买一些电器相关的，我都一直问他我要送什么，他说不要啦，不要破费。哦，所以他们是不想让我出钱的。那你也松了一口气。但是我姐一直有一个很想买的东西，因为她跟我姐夫觉得那是娱乐性消费，就不是必需品，不是必需品，就她就自己用手，用手就不用电动的这样子，对，是电动按摩棒。电动麻将桌，你常在帮人家配送。对，喜欢打麻将的人，通常煮完这样桌子，你常看到他们第一个表情是什么？一二三，他是惊讶吧？你是惊吓了，对对，开心了，开心了。一二三，哎，按你刚刚讲，他们今天是假期。啊，不拍谁啊？不会，不会，你来啊，那些我放假嘛，不要紧。有加班费。他们老板是一句话说全力配合。那老板有讲说麻将桌如果煮好，我姐想要打，你也要全力配合陪他们打到早上。有吗？我姐来了。来，口罩疼了，有啊，有化妆啦，有。哎呦，真的假的啦？你这个妆是去给殡仪馆化的，这么白？我本来就很白了哈。是吗？奶奶让我靠背啊。而且你看他的脚怎么都淤青。我那天喝醉。你那天有那么严重啊？就前两天而已，因为大家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家族聚会，然后我姐喝醉了。姐，我问你，看哥做频道，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出现在频道上？没有，完全不想。我跟你讲哦，我阿嬷拍了，哎，流量还不错。我姐也拍了，下次去灵骨塔那里找我爸。你自己去，我不要。敏正哥他的服务就是，你跟我们访一次，我们就终身保固。对。然后他就是专员啊，过去问还有什么问题，还要帮忙什么？对，有啊，我问老板，我去第二次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呢。你是有去自我介绍吗？没有，我是第一次买完之后，因为我怕说如果是侄子的姐姐不收钱，然后我结完账的时候，他跟他说，哎，敏正说你表现得不错，然后怎样怎样。我说哦，原来是姐姐啊！你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去踩点，踩点到你跟这些老板都认识。对对对。哦。可能也是我长得没事，他们都认得我。Oh no！ 有人说过你跟敏正哥长得像吗？哪里像？有啊，人家是说我是他哥哥啦。对啊，对对对，他也蛮尊敬我的。为什么？我如果回家，我如果对我妈态度差，他就会打电话来骂我。因为我妈不敢骂我，所以他很尊重我。然后他讲话不能反驳他，他说嗯是是是。然后他说完之后，他一走出去，我跟我妈说嗯就不是这样子，不敢在他面前，你们应该也是吧？不敢在他面前说什么，然后他走了，我敢你肩膀。没有啦，干在心里口难开了。谢勇，你刚你的表情那0.5秒证明了一切。但是我工作真的是认真啊，对不对？嗯。他又会问我说：“啊，你有没有看？”我说：“我有看。”啊，你看了，然后怎样？啊，几分几秒的时候你觉得怎样？啊，你觉得我这样剪得够不够顺？不是啊，不要问那么难的问题。
不是，他不会剪接，你还问他剪接的问题。但顾上，我要讲一件事哦，频道初期订阅不到一万人的时候，我剪完我都是先给他看。对，哦。我觉得巡逻车我真的觉得很棒，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买任何东西啊，他们都说哦，弟弟真的很棒，然后姑丈真的很棒，都很照顾我们这些店家。他说如果没有他们这样子的 push 的话，他们就是真的都可能会活不下去。对，店会开不下去。然后有的还讲到哭，我都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办呢、啊？最主要就是姑姑那个时候在十年前吧，然后你爸爸马上知道这个消息，叫我辞职上去照顾。辞职啊？因为他薪水给太低了，我工作一个月要给我6000而已，幼稚园。幼稚园一个月6000，对，十几年前呢、欸。对啊，然后后来就刚好姑姑车祸，对，车祸，我说啊，损失啊，就走了。哦，所以姑姑车祸她很开心，损失啊。所以你是希望姑姑车祸，没有，姑姑其实车祸问啊。就来在医院照顾他、嗯，然后出院在家里陪了3个月。哦，也不能这样子讲啊，你有给我薪水。哦，有吗？有，姑丈有给我薪水，你是私下给我，然后一个月给我3万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我记得真的超好笑，你就陪姑姑玩明星3缺1，然后下去帮他充值就有了，想不想应征？娘娘，娘娘，什么什么要不要应征？我姑姑现在很健康，干什么东西、啊？好像我那时候好像在拍戏还是干嘛的？对，你有工作，你在发新歌吧？不曾说爱你。哦，姑姑出了这个事情之后，就发了一首歌。满宫爱你，偏偏是心机加在天。江志峰老师呕心沥血、用心帮我写的一首歌。啊，这首歌歌词就是在描述当时姑丈担忧的心境，好像快失去你了，我才懂得想要珍惜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不是，是江志峰老师他写给他爸爸的歌啦。哦，但是他其实那首歌可以代表一切。哎，但是为了宣传，你就拿这当话题。消费我姑姑。我还记得姑姑有跟我讲过，她在医院的时候痛会打吗啡吗？对对啊，吗啡打了不是就会晕晕的，然后昏昏沉沉，昏昏沉沉，然后就啊，我哎一直在边啊我，哎姑姑，喜欢打密码机。他说：“我自己来就好。”哎，那真的很理性哎。印象最深刻的是过年很喜欢回台中，是因为舅舅会照顾大家。对对。然后云杰姐姐跟敏盛哥就要也负起照顾大家的责任。我们家里的小孩哦，战力都十足。超恐怖！菜一端上来，不用30秒就没了，一盘就没了，就走了。就去吃完餐馆之后，下一站是去买披萨。对，买完披萨之后再去逢甲夜市。超扯的。啊，我有一集吗？应该有吧。有啊，你有一起啊，不然谁出钱呢？对啊，我想我应该会一起啊。可是你看他一个月薪水也没多少钱啊，还要照顾2个小孩，真的。演一下，对，这样老板才会加薪。对，很感动。对，那你几点就起床了？7点，会不会太晚？6:50。起床干嘛？带小孩怎么样？啊，做会款，啊，我就出门家己再去好好念。哦，啊，你骑偌久的车？差不多30秒吧，够远啦！30秒那边窄咧，你靠呀！没有，因为阿祖都会帮我用好。啊，再想要去学校的时候，你几点开始上班？8点啊。啊，上到几点？6点。啊，6点之后要回家干嘛？坐着等吃饭。看你婆婆来了呢。老实讲啊，老实讲。那如果亲家现在不在，那你6点要回家干嘛？回家煮饭。而且你知道他已经瘦了将近快15公斤了嘛？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跟我说，因为小孩现在上学都要用钱，他减肥是为了要可以穿以前的衣服，不想要再买新的。真的啊，所以他又瘦回来了，真的啦。是吗？婆婆在旁边说，是吗？可以啊，都是啊，今天都想要谈温暖的一面，想要让她变成一个好姐姐的一个形象，最后都破功，破功。那好了，最后感性的时刻了，你什么时候要离厝？下个月啊。啊，下个月，那终于要搬离呼兰。不要讲。对啊，公公婆婆坐在这边，你有什么要感谢他们的？因为平常有时候我会乱跑，就是。也不是说乱跑，就是可能假日的时候会跟朋友聚会，然后可能小孩就是要麻烦公婆帮我带。哦，你讲的聚会是打麻将吗？
然后公婆就会帮我带小孩，然后也不会说什么，然后也不会一直催说，哎，要不要回来，要不要回来？然后看我生活比较拮据的时候，说，啊，不然这个月安亲班费用帮你们付。哦，公婆会这样？对啊。那其他兄弟的老婆他会这样？应该一样。应该一样。我觉得爸妈要做到公平，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嗯，就是他们有的我也有，我有的他们不一定有。不一定有。好了，那还有什么吗？我都砍错担心啊，然后我偷偷给的都不收，哦，偷偷给的，不行，讲那马上就知道你有私房钱了。哎，谁一台有十万？比政府补助多很多。因为我从我姐口中得知，公公跟婆婆就是我的亲家，他们其实很照顾，也知道我姐嫁来高雄冈山，然后但我听到的都是我姐都是在我听到也都是正面的，正面的，谢谢啦，是真的真的。跟我讲话，因为如果怕我今年不敢录啦。他妈的离婚，我要多一口人家照顾，我不要。我姐夫说，因为现在手头比较拮据，所以那一间到时候可能会弄成厕所，他暂时就先当储藏室。哦，但管线已经留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先留啊。Okay. 马桶一个多少钱？啊，你要送马桶而已哦。马桶哎，得宰的呢。哦，对啊，对不？马桶贵哎。免治的、哦。免治啊。然后洗手台、欸、镜子，然后留。不是，我觉得不要再聊下去了，不要再聊下去了。这两个鸡爹啊，吼，加油！真的蛮厉害的，都是通过录节目在跟你要东西。刚刚姑姑在楼下的时候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不要包个红包给？”对。这种话你可以对别人问，不要对他问。好啦，你最想要什么东西？你该不会买电动麻将桌吧？来来来来，闭嘴！来来来，等一下。欸、我不会啊，我不会摸。那这样你会不会摸？哦，会。先200，摸中了就摸中了200。这我知道是条。条好几条？9条。9条吗？大概9条。哟哦哦哦！哇，厉害啊！公公婆婆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有在打。来200，来300，来再一个。你挑一个简单给我，我真的不会摸。好，那我来。好，你给他剪开、哦。这个也简单。很简单吗？这个简单。8条。哎，厉害。哇、哦！简单啊。秀一下，秀一下，秀一下。哇、哦！姐，你为了赢钱假装不会摸。对呀、啊。真的不会摸啦。来2张。好。好不好？来，好这个。红中。好。水晶头。哇！哎、哦，厉、欸、害的。简单的。难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太难了，真的不会摸。这个，你他妈跟我说你不会摸牌，你刚摸过几张了？只有一次机会哦，500哦。七米。你还说你不会摸？最后一个哈。哇！1000，最后一个，好来。哦、这你哪摸得出来哈、哦？你。没梦，冰糖哎，臭柠檬。等下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下，我们看一下。是花。等一下，几花？快点啊！3。哦，三。三。来，公布一下。哎、欸，公婆，他说他不会打麻将啊。下次孩子他自己带去的。傻囡仔，你可能去打麻将。我乱猜的，这是猜的。靠，不会摸哎、欸，三花可以摸得出 出来，三花都摸得出来，这个真的厉害了。2500，2500，2500，好啦，部长，我觉得你就联络奶哥，送姐姐去他打麻将的节目，哎、欸，去撞，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入选。我靠颜值的、欸。他们刚好也看颜值，看颜值啊，家本来就是一个避风港嘛，阿好啊，认真打拼赚钱，好，阿公公婆婆你嘛好啊，友好，莫一直出去打麻将。没有，他是跟朋友聚会，哦，跟朋友聚会，对，我是聚会，这样子，我怎么以后怎么出去？对对，你就是要对公公婆婆好一点，诚实，你说，哎，爸妈不好意思，这个刚好小周末，我可以出去 happy 一下吗？你诚实讲，公公婆婆一定会说不行啦。